我感谢神透过同学传道今天的一个讲道内容，让我们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。真的是在神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情，我们一生当中的每一个过程都有神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只管勇敢向前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来金句朗读。金句朗读诗篇42篇第五节，华语我们一起来念来一背。请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，他用心美惠姐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台语，我们来回应今天的讲道，请我们将那个我用你的名字，好，回一句，大家来跟着我念，记得我用你的名字哈，美惠的心呐、啊，对不？美惠的心嘛、啊，你相思不准，你相思不准，相思的美惠的内面就滴啦。你着毋忘上帝，你着毋忘上帝，因为伊的面向美惠来拯救美惠，因为伊的面向来拯救，所以美惠也可要学了伊，所以也可要学了伊。你有智慧。Why are you downcast?Oh my soul, why so disturbed within me? Put your hope in God, for I will yet praise Him, my Savior and my God. 我们起来回应神，我们用奉